来找你，进门你不认，出了事连句话都没有，你说你是不是挺没劲的？刀子不是我男人，从来都不是。那我呢？小雨，我求你好不好？别再跟我闹了，我今儿快烦死了。我没闹，我认真着呢。你看面熟了，就烫着你了。听话，我拿筷子。哎呀，一会儿给你放点辣椒，好不好？其实你觉得人是我杀的，对不对？别胡说，对不对？没烫着吗？烦我呀！我烦你干嘛呀？我干嘛要烦你？我好的不得了了。你怎么想的？我全明白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想成为吴家人，刀子一来就全完了。我干嘛要成为吴家的人？所以您可什么都不说，不管你从前男人的死活，你觉得离他越远越好。但是你现在又看不上我了。你觉得我不应该缩在家里，让你的男人去顶罪，对不对？没人说你杀人啊，小雨。他回来了，你在吴家待不下去；把我卖了，你在吴家也待不下去。燕儿，你真的挺累的。我干嘛非要在吴家待下去啊？啊？因为你想成为吴家的人啊！连你也这么想，那我现在可以走啊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走！刚才是我开玩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放开我！为什么自己出事，大家都觉得是我惹的祸？因为每次就是你惹的祸。别哭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啊？求求你别再欺负我了，求你！你想成为吴家的人，你就不能对我这样，你知不知道？小保姆，我一欺负你就变成成人，你愿不愿意？不能胡闹啊！我怎么胡闹了？我大哥、二哥、爸，我喜欢王燕就是胡来吗？二哥，你刚才不去审那个刀子吗？你问出什么来了？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算了，你别问了。大哥，刚才我跟爸说了，人是我杀的，别扯了。闭嘴！别让大家为难了，我去自首。不是胡来了吧？哎，小雨，哎，小雨。
小雨今天要出事了，没你这个弟弟，这是小雨干的。爸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你今天不审那个嫌犯了吗？到底说是他杀的呀？那你还逼小雨？我也是刚回来，我没逼他呀。小雨那个性子向来就是拧着来的，本来挺清楚一个事儿，到你们急里胡说八道，怎么收拾？ 刀子的是你八年前的恋人啊！我问过你，你说你不认识。他跟我不相干。还说不相干？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呀？说实话。刀子不是我男人，以前不是，现在也不是。可是他替别人顶罪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顶什么罪啊？ 小雨去自首了。你听好了，小雨有时候是控制不了自己，但她绝对不会干杀人的事儿。我也不希望是小雨，我不希望是任何人。要是这事儿没发生过，还能像以前那么平平安安多好。 喂，吴总，我正在找呢，还没找到。吴总，您放心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他。提防要助。没有提人通知啊？给崔队打电话，就说我要提。那你在这等我，打电话去。好了吗？ 小雨啊，快进来！干嘛？再看看你。哼！想什么呢你？想玩意儿？想想自己的事儿。我有什么好想的？你杀了人。 没几天好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烂命一条，谁在乎啊？我拉倒吧你！你恨不得我早点死吧！把经过再说一遍。我要睡觉了。怎么了，小雨？我给你大哥打个电话啊！你别去。 他们都找我呢，你放心，我坐一会儿走。没事儿，今晚住这儿都行。你是不是想见王燕？
我可以帮你。弓箭、四箭。弓箭也行，四箭也可以。你跟王艳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王艳是我们家保姆。说了，你就让我见吗？说实话。方姐，你得帮我个忙。什么忙啊？陪我去自首，我自己不敢去。自首什么？杀人。你别走，打电话，我现在就走。你坐着，小雨，我给你拿瓶可乐啊。我不喝。那我去换身衣服，好吧？不许给大哥打电话啊。不打。爸，小雨乱，您别乱呢，有我跟吴刚呢，天亮肯定把小雨带回来，在家踏踏实实待几天就没事了。也许自首是对的。自首什么呢？小雨没动手啊。没动。那天我在场，如果人是小雨杀的，我出门不得好死，我的事业前途全都完蛋。你让小雨给你做的软件工程报上去了？那是两码事儿。两码事。小雨要出了事，你的投资就全毁了。爸，我投了483万，这483万当然是为了今后的国资注入做前景的。如果小雨开发不成功的话，今后谁还为一个没有业绩的软件工程师投入这么多的开发基金呢？小雨是我的弟弟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功利，一家人嘛都要互相帮助，成了是一个项目，不成我是他大哥。吴刚去哪儿了？肯定在局里边。他平时和小雨有说有笑的，这会儿表面上嚷嚷，心里边肯定比我还着急呢。也难怪。家里边摊上这事儿，他是警察正管。是兰芳的电话。你不要难为王艳儿。您放心吧，这事儿不赖他。接电话吧。喂。喂。啊，兰芳。小雨在我这儿。什么？小雨在我这儿，他说要自首。啊？啊？吴刚去局里边了。小雨还在吗？喂，喂，南方，哎，那个，你先把小雨稳住了。把他交给我。喂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实话，别啰嗦。明天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省里边，把项目考核组给接回来。还接回来干什么？项目开发的人都已经进公安局了，谁来论证？啊？他不是在你家吗？走了。要你有什么用啊？人来了你都看不住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不是说这件事跟小雨没关系吗？那个叫刀子的，如果死了就没关系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件事是小雨干的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小雨跑不远，赶紧找到他，把他交给我。你说的倒轻松，吴刚那儿怎么办？啊？亲不亲一家人，我就不信他这儿的刀子胡说八道。我大哥是不是马上就过来？小雨，你先在这儿待着。
芳姐去买点东西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喂，你怎么还在家待着？还不快找去啊！大哥，是我，小雨。你都跟芳姐说了是吧？说什么了？我都听见了。你别乱来，在那儿等大哥。不就死个人吗？顶多是个过失杀人，我去认了不就完了吗？现在不是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是？等你的项目论证完了。那也是你的项目啊。我不要了。叫蓝风听电话，他走了。哼，大清的脑袋真不结实，一铁锨下去就开瓢了。这要换了我。没事儿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还没说那一铁锨子谁砸的呢。王燕呢？说。你跟王燕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不会也惦记着她吧？她在你们家八年，你们是不是谁砸的？你家兄弟几个呀？三个。那天在院里那俩都是啊。吴雷是我哥，吴宇是我弟。反正不是我砸的。谁砸的？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吴宇。就是。记清楚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大半夜来就是为了这事儿。说是谁砸的，都扯淡。反正是我砸的。他动王燕，我就杀了他。这回，你听清楚了。彪子，不用找了。啊！马上到简主任家来，人在这儿呢。你小声点儿，这是机关宿舍，人都睡了。啊，在上面呢。真是小雨啊！说了你就当不知道。那好，今天晚上我不在家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过失杀人是一回事儿，故意隐瞒又是一回事儿，知情不举是一回事儿。阻拦自首又是一回事儿。你还是这家人吗？是啊，所以我把小雨锁上面了。明天你还去省城吗？去。咱们的项目呢？那是你的项目。也是你的。我可以放弃不要。你怎么说话跟小雨似的？你们都一个口气啊！啊，遇的事儿都往后退，就剩我一个人往前冲。那要看遇到什么事儿了。行，我的弟弟我来保。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悲壮好不好？想清楚了，保不保得了？保得了就保，保不了了赶紧想别的办法还不晚。保不了也得保。到底是谁？也该轮到我问你了吧？为什么王燕在你们家待了八年都没挪窝？为什么？我问你话呢！反了你是不是？我真后悔，没捞着铁锨子。王燕在你们家待了八年，你们家的男人都该杀。你
见一个乱一个！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家的男人都该杀，你也是。前面那句。狗屁！你没捞那根铁签子是吧？啊！我先做了你去。崔队，吴刚呢？在里边，上前提人。别给我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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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见不着王爷，我不活了。这是钥匙。啊，你走吧，我上去。上去时候轻点，在屋里千万别闹起来。行行行，走吧。你们报警。4号楼3单元1001。是我家，什么事儿啊？报警说锁在屋里出不来了，屋里有人吗？啊，有有，是我弟弟，这不是给我们打电话了，这刚赶到。你弟？哎，你看让你们辛苦了，还跑一趟这趟。走上去看看。啊，好。干什么？你这是？你到耗子里面去动手？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祸闯大了。我没动手啊！我亲眼看见了，你还愣说没有？你不把我当头，你也别把我当瞎子，行吗？对不起。天都快亮了，生是用电话把我从家里催来的。对不起，崔队。你少来这套！你怎么想起来晚上又去审他的？我觉得有疑点。有什么疑点？我怀疑，那人不是刀子杀的。那刀子怎么说？他还是说他干的。吴刚，你想过吗？什么？直系亲属犯罪，你完了，你得脱警服。人在这儿呢，你报的警。对。什么事儿啊？他给锁在屋里边，急的。这是你哥。是。屋主是谁？啊，我。身份证。我给你拿。小雨，你方姐明天出差，有什么事儿咱上别地儿说去，别拖累你方姐。这我身份证。你是他姐。对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家里闹矛盾。以后要闹矛盾啊，掂量掂量再报警。是是，他太年轻，他不懂事儿，麻烦你们了啊。二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单位。是不是需要我现在过来啊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怎么不听话呀？小雨，你还有事儿吗？啊，没事了，谢谢你们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真是。哎，你们辛苦了，我送送你们。小雨，哎，小雨。
快！哎，后边那车是不是追你的？开你的车。往哪儿开啊？随便。随便去哪儿啊？去公安局。你快点开！哦，谢谢啊。现场除了刀子，就剩你们家人了。哪个犯事儿，这个办公室，你也就算做到头了。那就得一定是刀子是吧？当局者迷，这事儿我看得比你清楚。杀人要讲作案动机，刀子有前科，他这次杀人的动机跟八年前一模一样。翠翠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一直在待会儿。眼瞅着天都亮了，你让我回去再回来。那就等吧。等什么呀？没什么，等天亮。小雨，你站住！小雨，小雨，你一定要让大哥跪下求你吗？大哥，你别追我了。小雨，跟大哥回家，有事咱慢慢商量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爸也知道了，王院也看见了，我还回家干什么呀？我，那咱不回家，跟大哥走。不，大哥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我去认了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你进去了，爸怎么办呢？你二哥要受牵连，你方姐也要受牵连呢。啊！再说，还有咱们那个项目呢，还投了那么多钱呢。你就想着你的项目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就是。那好，我不管你了，你走吧，随便。走啊！你去呀，你去找你二哥呀！你从小就是这个德行，就顾自己痛快，不顾别人的感受。闯了祸的，全家人给你收拾残局。你这么说我？我这么说你是轻的。昨天要不是你冲动的话，也不会现在这个样子呀。你插不上手就别插，你还能成什么事儿啊？出了事儿，你就知道往毁了奔。咱们是一家人呐，一个人毁了，全家都毁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好好想想啊。我想过了，大哥。那个人还活着，我们想不毁都不行啊。你是一定要去了。大哥。赶快，吴总，小子，到市公安局门口等着，快去把他带到他的宿舍等我。明白。
我是刑侦科崔华，把犯罪嫌疑人王小柱带到预审室。爸，找到小雨没有？找着了。把他带回来，都是自家人，得想想办法。可刀子不是咱们家人啊。爸，我又审了一遍刀子，他在撒谎。他只要王耀，只要刀子还活着，小雨躲也没用了。让我带你回去，我就得带你回去。反了你了是不是？吴宇，你不应该说这种话。我是看吴总脸色做事的。昨天晚上你都问他什么了？问谁啊？还有谁？我就问他案发经过来着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还是说他杀了张长青。那他割腕自杀干什么？割腕？他拿什么割的呀？愣用手腕在铁门框边上生磨开的，自个儿用棉被捂着，血流了两个多小时。那还有救吗？你想有救还没救？没救我们都倒霉。吴总啊，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小雨在他宿舍里边，门我已经给他锁上了。知道了。刘哥，几点了？十点多了。去。再拿一副碗筷，一起吃。现在您一直没睡觉，已经几年没吃药了。我给您备着呢，省得您到时候买。燕儿，这个家没你真不行啊。瞧您说的，照顾您还不是我应该做的呀。燕子。我有句话想问问你呀、啊，我想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刀子和小雨谁更重一些、啊？吴白，说心里话，这八年我从来没想过刀子这个人。那就是说，小雨更重些，
这不能比。你还是惦记着刀子。没有，吴白，我只是……我不反对小雨喜欢你。不说这个了。去，打个电话吧。给谁？给吴刚。小雨在他那儿。不行了，快，强心，足灿。人是谁杀的？说，人是谁杀的？救活他！接电话呀！你接电话呀！吴刚，是吴白让我给你打电话的。哦，小雨没在公安局，他没去。把碗收拾了。啊？碗收拾了。吴刚说什么？刀子在医院。医院？把那摔碎的碗收拾了吧。推走吧。你电话还真是多。谁呀？我是你哥呀。中午有事儿吗？咱们俩和小雨一块儿吃个饭。有事儿，先检查。哎，怎么了？死了个嫌犯。是吗？谁呀？
彪子，你去给小雨买点早点吧，啊，折腾一宿了，别饿着了。最多的泪水也无法赎罪。